接下来我们用是这样吗？西摩还是摩西啊？摩西来挑战一下这次的梦魇级，来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实力在哪。支队有超高的血量哦，4995，哎、欸，差五滴，就五万了。到底在坚持什么？这个血量，我们支队最缺的其实就是回复力啊，回复力是支队的致命伤，所以一开始第一关是支队最麻烦的地方。不过还有他四回合啊，蛮友善的一个关卡。好，哦、还有这队也是只有五秒转珠啊，哎，没有，有七破音，有七秒，这队好像有七秒，对不对？没有记错的话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完美。第二关，关。这队有几秒转珠啊？我看那个转珠时间好像蛮够的。然后这队玩法没有什么要注意的，就是多转一点水跟光。如果你有开一下毁灭者的话，就是多消水珠这样子。王二要绿珠。王二要绿珠、哦、不用啊，你开龙科就可以过了。哇，这转起来好爽哦，超多的转速时间。我能问一下封面是怎么回事吗？封面都是哎、欸、好，看一下爆发。哎、欸、不对，我应该开这个的。哎、欸、两个都可以开哦，还可以一次开两个哦。哇，长知识了，你看他可以同时开两个、啊，那就等于是两边都有增伤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，很不错啊，新发现。没有，至少我是现在才发现。然后旁边就有人说，看来我们的朋友发现火了呢。对，我发现火了，我刚才才发现的。好，哦，原来是可以一起开啊。然后冰冻珠完全没有影响、欸，直接没有办法冰冻我，你是绑不住我的，哈哈。就像是纸包不住火一样，冰包不住大奶队。你讲什么？对不对？好，总言之就这样开好，开一个爆发。这边好像是水属性的那个伤害会减到几趴？哦，现在怎样10%的伤害？可我们怎样10%的伤害就直接打单张100还是千万啊？好扯哦！但是你可以纸包机，好饿哦！为什么会在半夜提宵夜？对，直接来转珠、哦。难怪我觉得转珠时间不太够，因为有那个转珠时间减少的附加效果。好，你阿红，你说什么过毒龙？拜托回答，我不知道。我刚才念聊天室的观众有人叫我用毒龙通关，我就稍微念一下那个。感谢 LINN 的30块斗内，拜托又星爆，你看起来是很需要星爆，是不是？拜托吸一口就好了，星爆。好了，那我们等一下用星爆来试试看。可是你给我一下，你想要用看星爆通关哪一队，好不好？那哪一个关卡，梦魇还是地狱？对，我不太清楚你想要用星爆干嘛。这里看这个啊。撞到了，好痛啊！好，开回来，没问题。直接转吧。我觉得这对伤害真的超浮夸的，非常 OK。嘿，好，手转七，天降八，只能压在地上打，好扯！我破亿了。这伤害也太扯吧！第八关，好，接下来呢要消光珠才是重点。好，哇、哦，五花的伤害，攻击珠子比较多，两秒转珠转起来。我觉得这个伤害真的很浮夸、欸，你看，
一个平民临时抽可以打出这种伤害，蛮扯的。好，火珠，我没有回复之前的转珠时间了耶，太好了，可以慢慢转。这队的伤害跟哪一只成正比？你说很硬的这部分吗？这队伤害的确是蛮硬的哦。哎呀，我们的那个效果不见了，糟糕！我刚才没有消光珠是不是？那我们先开好了，然后再开好了，差不多。感谢玄月的生日会斗内，决定第一次斗内就给老板，太感动了，谢谢你。希望老板能主纳奇机械化队伍打梦魇，谢谢你。好，记下。感谢玄月，纳奇机械化哦。好，了解了解，可以，应该是可以。好，这个好。该开的开一开，大概要过喽，大概要过喽。超这超级没意义的。好，这个到十二，他不是叫维珍尼亚吗？所以他叫摩西，其实有点暴雷了。对啊，他就是双面人，你看这样讲吗？屌面人，就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在。爆发！你随便打都过啊。哇哦，打起来！看一下这队的极限伤害在哪。Oh my god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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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火木都有，但是光暗珠太多了。哦、oh, oh, ，这伤害打多少啊？九亿多，还蛮恶心的。接下来才是重点。在这边，我们把版面绿绿。好，这样。嘿，接下来小水火木就过了。加消其他的珠子，消超烂，但是应该可以过吧？伤害非常够啊！哦，这一队也是伤害爆棚的平民机械队啊！哎，对，队员全部临时抽，哎，没有，整队全部临时抽。好猛哦！这队全部临时抽，可以打到快十亿的伤害。哦，其实刚才其实真伤没有开多少个，蛮浮夸的，对。